欢迎收看今天的《剑侠情缘》手机版，我是摩根斯。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玩这个《剑侠情缘》手机版了。那一样可以进行免费的东西领取啦，就是一些东西，奖励找回啊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这边我们昨天打通天塔。那我现在在飞龙堡啦，那我们要继续打一下主线任务了。那这个我们看一下有什么信箱可以领，好不好？哇，也太多了吧！台风也要安抚一下，哇，好多奖励哦！等一下，我会被踢吗？我会不会看一下我目前的工会？啊，我目前没有工会，好吧，我要去入一个工会。这边一个切换，然后帮派申请加入，我去申请加入一下，好不好？不是不会入哎，可是都还是都申请一下。我录了，感谢。好，我们继续玩了。帮派信件啊，有人讲话一下，听啊。十点有名将啊，要不要打？啊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好小声哦。好啦，不要听了。他说什么很什么很小声，很什么要不要打的之类的吧。我们再听一下。十点有名将，我也要参加。好，我用太大声了。这边怎么感觉是一个？有人说我技能乱点了。我觉得我技能啊，我是点补血技的、啊，可是他们可能认为我这样点不好。可是那我重置一下好了，反正我是认可以免费重置。好，那我今天乱点，那我看我现在要点什么好了。其实我觉得各位要去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冷却时间其实非常的重要。像这个，有些是有冷却时间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其实要去看冷却时间。对不对？像这一个，它就永久提升你的基础上限跟攻击力，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要先点这一招，我觉得啦。然后还有永久上升这一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吧。如果依照这样点的话，间隔的话，我看一下。再来的话，我会认为会点些先点施展，我们要看间隔施展20秒、20秒、30秒。所以我会先点这一招，对，这一招，再来我才会去想点那个30秒、40秒，我才会想点这一招。我们其实要看技能的 CC 数哦，越高的 CC， 不，越 CD 越少的东西，我觉得就是越好，对。好，那点好了，那基本上这样就应该 OK 了吧。晋升，哦，现在可以晋升哦。好，那还有什么商店？好，我没有买。同伴 ，S 级两只。哎，我可以招募了，哎，免费招一下。反正无稀奇嘛，好啊，烂的也没差，可以把它吃掉。这边是帮派的建筑。好，我要去在蔷薇四处走走一下哦。那这边有一件清空，不要理他们。我现在是等级是37的，然后做的嘛，哦，这些好精致哦，这个马做的好精致。我去哪里？带蔷薇去厨房休息一下好了。厢房，再与他对话。哇，怎么都在解主线？我现在已经37等了。我这边要打什么关卡吗？感觉进入关卡了。
是吗？哦，有了有了，有关卡了 ，yes。好，这个关卡是，哇哦，好漂亮哦！哇，这个很像梦哎。这个关卡是杯魔山庄。好，我们要攻击了。杯魔山庄。那我使用的是手动的。哦，对，那这戏可以打坐。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，然后我用的英雄是两只 S 级的这个同伴哦。啊，我按错了。哦，没按错。我点这样应该比较对了吧？我觉得我点这样应该比较对了，因为我点的是 CD 扫的那个，至少普攻会痛了啦。快点戳死他们！我的两只 S 级的，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我，哎，我上面还有帮派的名字，然后可以随时切换武将。那我用的是 S 级的两只，那这游戏还可以打坐，我觉得很有趣。打坐就是你可以在旁边偷回血这样子。哦，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！还有这一只，还有这一只，杀手精英，不死！耶，赢了，继续前进。哇，武将身上有粉粉的，你看，哎，不见了！我刚刚武上我的同伴身上我有发光啊，怎么不见了？哎，我可以放大了是不是？这招是不是大绝招啊？哎，真的耶，好猛哦！哎，让我血量，武将有点快没了。救我！好，继续前进。这里，哇哦，他在屋顶上面，下来吧。接下来站了，纳兰浅林就是他。好，我们这边直接跟他打了。好，记得回血，然后点一下第一招、第二招。哦，哇，他血量好多哦！我的武将快没血了，哇！他这一只怎么来打我啊？先给他们追。奇怪啊，惨了，我武将被打死了。我先远打，我先负责这两只好了。杨颖峰是谁啊？是我的任务好友吗？感觉他不是我的。哎，我将都死掉了、哦。算了，换一只。啊，不能换了。我先把他晕掉。快帮我打！惨了。等一下，他们是不是剩一只啊？我在这边。在跑啊！你在跑。这只那蓝哦，我被击飞、欸。好，我又换了，武将。好险，武将已经回血了。耶，赢了。哈，他是他爹。这什么剧情啊？点点点点点。是，终于肯叫爹了。杨一峰哥已经把你啊。哎，我们看他在做什么？哦，死掉了，不是我们打的吧？好，那这边就剪完了，然后可以找杨颖峰对话了，对，那可以交付任务。Yes， 月影传说整个完成，有没有？哦，这边可以合成是不是？还有古代传说这边可以合成。好了，那我这游戏好多支线任务啊，超多的帮派卡货。好吧，那我们再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然后这游戏的特点就是它有很多活动可以让大家自己去参加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一直按错。叉叉，最新消息。对，我现在要走去哪里啊？欸，帮派，我们再看一下帮派有什么事好不好？建筑，金库这边可以干嘛？哦，可以，对，可以换，可以捐献东西，是不是？所以可以有
可以跟他换。捐献豆的话就可以获得贡献奖励、贡献点。原来如此哦。好吧，那今天的剑侠情缘手机版就玩到这里咯。那影片下方记得订阅 YouTube 频道，那就可以收看更多影片哦。那我们的剑侠情缘今天的游玩就到。